吴神美左在 MV 中和男主角有大量感情戏，好厉害。提供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。吴神美蛰伏五年推出新台语专辑《咱拢要幸福》，拍摄同名主打歌 MV 时更展现呼风唤雨的功力，一早拍封面照时出大太阳，让下午要拍雨中戏的导演十分担心，还租来水车，幸运的是随后就下起雨，让工作人员都为之惊叹。吴神美笑说，老天爷照顾，让等了五年的我遇到丽丽姐和黄绮老师终于能出片，我充满感恩。新歌《咱拢要幸福》 MV 以唱歌的画面穿插多段吴神美与男主角的甜蜜过往，不仅同吃一条面、磨鼻子和接吻，吴神美也抱着猫咪逗弄着熟睡的男友，最后更一头栽进对方怀里，充满恋爱泡泡，连工作人员都大亏他福利好。他害羞说，脑袋一片空白，感觉心脏快跳出来了，直到导演喊 OK， 自己都还没回神。这次新专辑找来金曲歌王焦黄绮包办，吴神美除了感谢，也希望能朝他看齐，迈向国台语双声带路线。焦黄绮则大赞他是歌声百变，未来肯定有机会。吴神美推全新台语专辑，好厉害！提供。